你这么多礼物，你想好从哪儿吗？想好了。啊，来，走吧，走。晨晨还不知道你来呢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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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一会儿有个小男孩来这边点饮料的话，你就把这个给他，暗号就是一杯饮料。好的，都给他吗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，这是那个第一份礼物，这是第一份礼物，放这，放好了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待会儿先躲起来好吧。铁城。我今天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但礼物，礼物在，礼物在。虽然我人不在，但礼物已经帮你放好了。一个银色的箱子，你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。生日快乐！今天来不了，但是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以后应该都能见到。拜拜。这个是这样的，铁城过生日，珊珊骗他说来不了，最后想给铁城一个惊喜。铁城，哎，珊珊，我今天来不了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虽然我人不在，但礼物已经帮你放好了，银色的箱子啊，记住。为什么来不了了？哎，珊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啊？不知道。我也懵了，我不知道了已经。要不我们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吧。哦。你们搁哪呢？你啥时候来呀、啊，老弟？我真的明天能来。真的？真的，大哥。那我这个独角兽怎么办？先拿着，明天我来找你来。大哥，大哥在那边店铺里面随便找就可以了。好好，拜拜。你可以开始找礼物。珊珊刚才没有给你线索吗？银色的箱子。对吗？哦，有点细。又和珊珊怎么还会画金刚了？我的妈呀！你喜欢这份礼物吗？我身上画的好好，我要拿去，我要拿去学校炫耀。我要去炫，我一定要去炫。我要摆烟火的。这一杯饮料吗？嗯。好，那这礼物，你说啊，走你。我要去找了。这里还有珊珊的 iPad， 哇，这是我带来的。哦，这个还有，我们这个还有来看一下珊珊的书。嗯嗯，我珊珊竟然还记得这个。不会到保重啊！你有多想我无动于衷？为什么这是英文字，我都看不懂？
我们找空的时候就可以了。那当然了，好，这边就找遍整个星系都没有比你亮的那一颗。哇，走去看我们的星星。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当你眼里静静在继续，如果回忆容易，我也想你念你，假装你在这里。大三，拜拜。原来是互相告别。拜拜。Love story. Huh? 张一晨接下去你要看完哦。黑暗中是你给了我光明，迷茫中是你给了我指引，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，为了我你总是哄我开心，为了我你总是保留童心，为了你我绝对不会轻易去放弃。感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，感谢你为我负担着不安的心安，我们所有的期盼是必然，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，没有遗憾，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，请你陪我走完苦尽甘来后的美满。迷茫中是你给了我指引，冥冥之中是你唤醒了我的宿命，为了我你总是哄我开心，为了我你总是保留童心，为了你我绝对不会轻易去放弃。感谢你给我简单的陪伴和温暖，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安，我们所有的期盼是平淡，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，没有遗憾，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，请你陪我走完
温暖，感谢你为我负担这不安和心安，我们所有的期盼是平安，说晚安只能隔着屏幕向另一半，没有遗憾，为你改变所有的旧习惯，请你陪我走完带上你的 BGM， 然后带上你的表情，好吗？自己唱的。表情不到位，重新来过。假装你在这里。谢谢你参加我的生日，我也送给你个礼物。好的。晨晨还不知道你来呢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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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走，快点快点。这个真的很感动，我们都看哭了，你们有看哭吗？饮料的就把这个给他，暗号就是一杯饮料。好的，都给他吗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快点。这应该，这是那个第一份礼物，这是第一份礼物。对，这个真的很感动，都看哭了。放好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待会儿先躲起来，好吧？我想一切都在我的手掌之中。嗯，小陈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今天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但礼物，礼物在，礼物在。虽然我人不在，但礼物已经帮你放好了，一个银色的箱子，你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。生日快乐！今天来不了，但是可能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以后应该都能见到。拜拜拜拜。这个计划都在我的手掌心。这顺眼的光景，最亲密的距离，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，这手臂做个梦给你，做个梦。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，才肯说着你。爱有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？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年轻人不叫武德呢。他哭了，我跟你说，他这里他眼泪都在了，他哭了。我找到的时候就哭了。找到你，好，这边就找遍整个星系，都没有比你亮的那一颗。哇，走，这小手牵的哟。这个信有点假的啊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